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亚洲变化。新加坡之政李光耀于2015年3月23号逝世，今天是他过世的纪念日啊。我想为观众介绍他在2000年10月17号应美国德州柯林斯家族国际奖学金之邀，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论坛上演讲。那他当时的演讲主题是对于第三世界领导人，希望还是绝望？我尽量以第一人称还原他当时演讲的实况，但由于受到时间的限制，只能择要的介绍。李光耀在一开始就跟这个台下的听众开了一个玩笑，他是这样说的：我的工作是在退潮时在一个约224平方英里的岛屿上的小框架上，无法跟世界主要的领导人的宽广空间相提并论。在我40年的任期内，我在政府、军队和商业领域遇到了许多的外国领导人，他们的共同特征是自信、思维宽广、既能见树也能见林，而且拥有非凡的沟通的能力。我熟悉我所属的大多数第一代反殖主义领导人，他们都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信念，希望证明他们的人民可以达到他们制定的目标。不幸的是，许多成功摧毁了旧秩序的第三世界领导人未能建立新的秩序。建立新秩序需要不同而且更复杂的能力，实现最高资本回报率的经济决策不是他们的强项。为了激励他们的追随者并继续与旧政权斗争，他们过度的简化了殖民者移交权力后需要做的事情。许多领导人实际上相信，一旦他们摆脱了剥削者，就会有大量的财富可以运用。他们所信服的经济模式是社会主义。有人问我，我和我的同事们是如何避免落入这个陷阱的？在我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先解释一下我是如何被政治笼罩的。我人生的第一个转捩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战争爆发之前，我们的英国统治者担心，如果炸弹和炮弹落在亚洲臣民身上，他们会惊慌失措。但是当战争来临时，结果是英国老爷们惊慌失措，他们的家人打包逃走了，任由他们的子民华人、印度人和马来人承担痛苦。英国人高高在上的优势性优越的光环被打破了，再也无法恢复。另外一个转捩点是日本征服者的残暴和残酷的经历。日本把自己描绘成这个亚洲从白人殖民者手中解放出来的人，但他们毫不怀疑他们是大东亚共荣圈的新主人。由于华人捐款支持国民党政府对抗日本的侵略，为了惩罚新加坡的华人，在日本征服的头15天内，他们随机挑选了至少5万名华族青年，在樟宜海滩上用机枪扫射他们。我在日本军国主义的第一手经验是，家人已经逃到了乡下，但是我没有向日本军人鞠躬而被粗暴的殴打，被打耳光，被哨兵要求跪下，被踢胸口我觉得黑暗时代已经降临新加坡。我悲惨地看着8万名沮丧的英国、澳大利亚军队被囚禁了。我的动机是什么？第一，摆脱殖民主义，独立自主。后来我们重新加入马来亚，不得不与想要统治多民族的马来西亚的马来极端分子做斗争，结果新加坡被要求离开，因为马来西亚总理东姑阿杜拉曼警告我们，如果新加坡不离开，就会发生种族的流血事件。突然之间，我们不得不从华人、印度人、马来人和其他来到新加坡的人组成的杂乱无章的集合中建立一个国家。这是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李光耀接着分了好几个很重要的，我一一的简要的介绍给各位观众第一个是他谈论经济生存那我们首先关心的是生存，这意味着首先是经济的可行性，其次是安全我四处的寻找解决方案，
首先接触了香港和台湾的纺织品、服装、塑胶和低附加值的产品的投资者。后来，一位在新加坡工作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专家向我描述了以色列如何超越抵制他们的邻国，并向欧洲和美国出口。因此，新加坡从欧洲、日本和美国寻求工业投资。幸运的是，美国的德州仪器、惠普和国家半导体公司跳过了台湾和香港，到新加坡投资。政治和工业稳定，加上英语作为工作语言，是吸引因素。20年后，新加坡就变成了电子产品、计算机和光碟驱动器的主要制造商。跳挖，也就是超赶超的战略，取得了成功。我的另外一个策略是在第三世界地区建立一个第一世界的绿洲，让来自第一世界的企业家和家庭在探索这个区域机会的同时，在新加坡扎根。我们在通信和运输、机场、集装箱港口、电信和安全方面建立了最先进的设施。我们试图在健康和生活环境中接近第一世界的标准。后来陆续改善了我们的文化设施、博物馆，建立了交响乐团和吸引来访的艺术家。硬体是最容易的部分，但让人们改变习惯以匹配第一世界的基础设施是非常困难的，缓慢而痛苦的。我们通过一系列涉及全体民众的运动取得了进展，遵守礼貌，停止吐痰，保持公共厕所的清洁，没有口香糖，没有垃圾。新加坡开始对城市进行大规模的绿化，让新加坡成为花园城市。我们让整个人口参与种植和照顾他们。我们的人民现在表现得更像一个第一世界的公民社会，但还有一段路要走。他继续地谈到民族团结跟安全。我们的下一个主要任务是建立安全，这必须以建立在新加坡不同种族、宗教、语言和文化的基础之上。团结和社会凝聚力成为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殖民政权的所有继承政府都继承了多部落、多语言、多宗教、多文化团结的问题，没有一个有凝聚力的多种族人民彼此和平共处，新加坡不可能发展。我们解决一个年轻国家问题的办法，是在涉及种族、语言、文化、宗教的所有问题上采取渐进主义的政策。我们有 77% 的华人，但来自中国不同地区的不同方言，其中一些方言彼此难以理解。我们有 14% 的马来穆斯林，来自马来西亚和印尼的不同地区。我们有 8% 的印度人，来自印度不同地区，讲完全不同的语言。其余的来自欧洲和其他亚洲其他的地区。我们需要一种共同的语言。我们通过鼓励每个人学习两种语言，英语作为第一种语言和母语作为第二语言来解决这个问题。英语不是任何群体的母语，所以没有人获得任何优势。我们没有强迫或施加压力来塑造一种民族的认同。我们没有压制种族文化、语言、宗教或认同感。我们的目标是融合，而不是完全的同化。他另外还提到了廉洁的政府、有效的公务员制度。他是这样讲的：为了取得成果，我们必须对政府塑造成一个有效的政策的工具。这需要坚强、公平和公正的领导人，具有赢得人民尊重的道德力量、领导核心。那这个领导核心确保向人民发出明确的信号，从而避免了上层分歧甚至分裂斗争产生的混乱。领导人必须要有这种托管感，他们只是暂时掌握人民的命运，他们的职责不仅是履行这种信托，而且要将这种信托传给同样值得信赖和称职的人。我们不能过着奢侈的生活，而我们的人民却处于贫困和落后之中。我们确保了个人资产和公共资金之间的问责制和公开透明，腐败
在许多国家是一种癌症，必须根除和遏制。我们看到一些国家的政治领导人、政府官员、警察和司法机构已经腐败。一旦一个政治体系从最高领导人到官僚体系的最低层腐败，如果不发生革命，这个问题几乎不可能解决。清洁和消毒必须从顶部开始，然后以彻底和系统的方式向下进行。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只能由一群非常强大的领导人才能执行。他们具有来自无可质疑的正直的勇气和道德权威。在住房和房屋拥有权上，李光耀也向听众介绍，新马分家后不久，我就下定决心让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家。如果我们要让人们认真对待国家，我不能要求公民的儿子为富人的财产而暂时。我们制定了一项个人储蓄的计划，使他们能够在20年内分期付款的轻松拥有公寓。我们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将公寓出售给他们，以增强他们的资产。今天95%的新加坡家庭都居者有其屋，它极大地增加了公民的财富和社会稳定。如果没有房屋拥有权，我们就会变得像东京、首尔或香港一样，大城市的选民都会感到不满，因为他们将大部分工资支付给租金。注意，这是在公元2000年的时候演讲的时候产生的哦，所以他并没有提到中国大城市的这个北上广深的高房价。他另外在全民教育上面，他分了好几个，刚刚我都提到了，像公民的安全感，刚刚是这个房屋哦，还有全民教育。那李光耀是这样子说的，从一开始我们就认为教育是我们未来的关键，我们应该用什么语言教学，这是一个敏感和非常情绪化的问题，涉及各种族的母语和文化。我抵挡了将中文作为主要语言的压力，尽管华人占人口的 77%， 相反，我把英语作为政府的工作语言，并允许家长们选择用中文、马来语、泰米尔语或英语授课的学校，在那里他们也会学习母语作为第二语言。父母花了几年时间才意识到，当他们精通英语时，他们的孩子得到好的工作机会增加。现代农业和工业要求全体人民四智，能够自己学习并增加价值。扩大新加坡的学校，建立了新的技术学院、理工学院和大学。事实证明，这对新加坡的进步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所以，新加坡在教育下一代上面是丝毫不吝啬的，投入非常非常多。另外，他还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在为继任做准备啊。他是这样讲的，我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决定，是为继任者做好计划和准备。我和我的同事们熟悉彼此，这些共同的信念是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成长岁月中形成的，然后是日本占领和英国人的回归。政治对我们来说不是一种自然的选择，逼得我们必须面对。我们把新候选人扔进了人才库，测试他们的政治技巧。当我们有足够的能力组成一支新球队的核心时，我面临着一些老部长的反对，因为这么快就提拔他们，他们担心自己会过早的失去工作。为了保失去这个人才流动的这个势头，我从内阁中撤下了抵抗的主要的反对这项政策的人。等于说是新加坡李光耀他特别提到了提拔好的人才流入心血啊，其实也遭到反对，但是呢他这个力挽狂澜继续的这个推动。他提到了，在我任期的最后2年里，我有意识的努力为我的继任者重新安排腾出空间。当新领袖在90年接手时，齿轮继续的运转。在90年代，新加坡一再被透明国际评为世界上腐败程度最低的7个国家之一，也是亚洲腐败程度最低的国家之一。在执政41年后，新加坡并没有变得腐败或腐朽。老一代设定了新标准，高的标准。
新的领袖必须在日益富裕的过程中保持这种 自律和正直，否则新加坡的故事就不会是一个圆满的结局。他特别提到，但新的力量也在发挥作用，这一代领导人在一个稳定且逐年增长的新加坡长大，人们已经习惯了现代富裕社会的舒适，并期望生活每年都会变好。民意调查正在成为指导公共生活的必要指标。现在领导意味着制定一项政策，使他能够获得多数票。我对此怀着复杂的感觉，这与我治理新加坡的方式完全不同。在1960年代，罢工、示威、动乱和暴力威胁着我们的生存，然后人们面临着可怕的选择，领导者必须发挥领导作用，做出大胆的决定，并迅速采取行动。直到后来，我们才需要说服人们支持我们的决定。例如，我发起了一场运动，以赢得将新加坡加入马来亚联邦的公投。当流血事件威胁到马来西亚政府希望新加坡退出时，我不能够再举行这样的公投，那将意味着灾难。我必须做出决定，然后说服我的内阁同事与我签署分家的协定。为了建设一个更稳定的新加坡，我没有讨论，也没有问我们不同种族是否喜欢在我们建造的高层主屋中生活。英国人允许他们之间互相的隔离，马来人有马来人的村庄、华人聚居地和印度人社区，分而治之更容易。但新加坡必须建立一个国家，我和我的同事们决定不能够种族隔离，彼此不了解。我们的邻居有华人、马来人、印度人、欧亚人或其他所有人，我没有征求他们的同意。在最初的几年里，他们感到不舒服，十年后它成为新加坡的生活方式。如果回到这个过去的话，相信啊，这一个政策其实会大力受到这个西方的抨击啊。我记得在这个演讲后啊，李光耀也回答了相关的问题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个领导人他实际上是为自己国家的利益啊，而不是在乎一些这个观念上面的那种美好观念上面，要求最大的务实哦。那另外，李光耀也说，我们对学校啊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儿童过去啊是在按照种族隔离到不同的啊，你是马来人，你去马来的学校；你是华人，去华人的学校；你是印度啊人，去印度的学校。现在不同了，他说服所有的家长为孩子注册以英语为主要教学的语言。这样子就能够促进大部分的人的融合，但是他也承认，他说老一辈和新团队之间的差异是鲜明了，反映了旧社会跟新社会之间的差异。旧社会处于革命的境地，人们觉得一切包括他们的生命都岌岌可危，他们信任他们的领导人，并给予完全不吝啬的支持，这是需要鼓舞人心的一代人。我们与巨大的困难做斗争，以成功的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新社会是安全、舒适和自信的。许多年轻人认为繁荣和稳定是他们的权利，他们的领导人有责任让事情变得更好，并在做出任何可能影响他们的变革之前与他们协商。这种变化是不可避免的，但这是否意味着领导人必须像许多发达社会那样通过民意调查来执政？当时在他是在2000年的时候，刚好印尼在97-98年发生这个暴乱，他提到印尼最近的动荡残酷地提醒新加坡人周围环境的动荡，并提醒他们注意潜伏在他们周围的危险，这可能会阻止新加坡人成为一个自满的消费驱动型社会。那他特别的强调，第三世界的大多数失败都是独立以后造成的。当时的领导人遵守
当时非常盛行的社会主义和国有企业将加速发展的理论的结果。他们的干预主义经济啊政策导致资源分配不当啊，腐败的机会增加。由于苏联的解体，这个理论被推翻了。如果第三世界领导人能够维持社会秩序、教育人民、维护与邻国的和平，并通过维护法治获得投资者的信心，他们就没有理由不能成功的实现增长和发展了。那它里面还提到了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啊？里面特别提到了中国，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说的啊？伟大的领袖是天生的还是革命形势的结果？根据我的经验，我认为两者兼而有之，但更多的是因为环境。毛泽东和邓小平在中国经历了100多年的衰退和衰落以后，那当时中国沦为军阀割据和被日本占领了，经历了4到5亿人中国的大规模的动荡。毛泽东是解放中国的革命者，邓小平是拯救中国免于像苏联那样内爆的建设者。谁是中国更好的领导人？毛泽东还是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解放中国的领导人，毛泽东无疑是无可争议的领导人，是击败国民党政府的游击战军事天才。但他是促成中国现代化的领袖吗？如果他还继续的活着，或者他的直接继任者华国锋继续的掌权，中国可能会像苏联一样崩溃。党的重量级人物邓小平是参与长征的元老。邓小平不是像毛泽东那样的理论家，他是现实主义者，对经济的基本原理有着敏锐的嗅觉。他意识到共产主义制度行不通，他在78年推行了改革开放，但还是严格的控制国家的政治跟社会啊。他打破了人民公社，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啊。或多或少地建立了农村的私人拥有权呢。他在几个沿海城市创建了经济城市。虽然89年天安门事件后开放步履蹒跚，但他在92年广东省的南巡中再次地推动了开放。如果他跟随戈尔巴乔夫同时实施开放和改革啊，在政治层面上，中国很有可能在动乱中崩溃。他继续的跟观众讲啊，难道今天的中国没有这种水准的伟大领袖吗？当然必须有，但今天的中国需要一种不同类型的领导人。各位观众可以注意啊，他这是在2000年的时候讲的，但是还是非常有这个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啊。但今天的中国需要一种不同类型的领导人，不是解放军的缔造者，而是有能力和富有想象力的经济建设者，以及中国向世界开放所带来的巨大的社会和政治变革的灵活管理者。一个国家的需求随时代而变化，中国现在有希望在未来50年内成为一个先进的技术社会。更重要的是，中国领袖必须有足够的勇气和技巧来调整和改变他们的政治制度。让他们下一代能够受更好的教育、更善于表达和自信的人参与到政治，其中70%的人将生活在城市中，他们必须在不失去宝贵的政治稳定的情况下，达成这一切的目标。好了，今天很高兴啊，为各位在这么特别的一天介绍李光耀啊。他在2000年的时候，在应邀在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演讲。他是第一个这个接受哈佛大学，他这个题目专题是世界领袖的论坛，他是第一位这个世界领袖到哈佛大学演讲。他讲的几个主题到今天还是值得我们深思。谢谢各位观众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打开民进电视，每次都是新世界。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不代表民进的观点或立场。
YouTube 频道名明镜火拍，苹果博客名明镜火拍音频版，网站 www.minjingnews.com， 推特 @minjingnews， 脸书 facebook.com。打开明镜电视，每次都是新世界。欢迎收看。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不代表明镜的观点或立场。YouTube 频道名明镜火拍，苹果博客名明镜火拍音频版，网站 www.minjingnews.com， 推特 @minjingnews， 脸书 facebook.com。打开明镜电视，每次都是新世界。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不代表明镜的观点或立场。